今天要介绍的是五件和服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介绍这一款，它是浴衣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尤其是现在，都非常适合。它这边有一点点金线的设计。那接下来可以看到这边的花纹，它的这个有一点点灰蓝色，它就带一点点这个砖红色，其实是非常有设计感。那这件紫色的